風狗症咧，咁大家即刻諗起狗啦。咁其實係咪淨係狗呢？咁其實唔係單係狗嘅，係可以係狗啊、貓啊，甚至蝙蝠啊依類動物咧，去咬咗人類或者係走傷人類之後咧，佢因為佢個口水裏邊係有，如果有依啲病毒咧，係會令到個患者受到感染嘅嚇。譬如喺美國嚟講咧，佢哋蝙蝠咧係其實仲多過貓狗係有引致個風狗症添嚇。潛伏期咧，睇下佢嗰個傷口同埋嗰個腦嗰個距離啦嚇。咁大概係通常係一至三個月啦，但係亦都因人而異嘅，可以係最長可以甚至係一年咁樣嚇。咁就睇下嗰個當時嘅傷口有嗰個病毒嘅數量同埋受傷嘅位置。咁因為其實你睇翻佢嗰個病毒咧，係跟住啲神經線一路去到個腦嗰度嘅。咁大概係一個小時咧，係行5 mm 咁多嘅嚇。咁所以如果喺譬如喺腳部啊嗰啲，咪越遠咯，咁咪越比較耐嘅嚇。咁但係如果佢咬到面部咧，就更加危險啦，因為面部係好近個腦咯嚇。初期啦，其實佢大部分嘅患者可能係會有發燒啊，或者係好似感冒咁嘅症狀，咁大概一至四日啦嚇。咁個傷口嗰度咧，個病毒咧就會係大量嘅繁殖啦，咁跟住就會刺激到傷口附近咧，可能有啲麻痹咁樣。咁但係好多時咧，個患者咧可能都掉以輕心啦，咁覺得可能個傷口已經好咗啦，咁就冇話俾醫生聽曾經被狗咬過啦嚇。我都記得有一個個案係我90年代嗰陣時睇過嘅喺醫院嚇，咁即係都真係好難忘呢個個案。嗱，咁佢其實係一個啱啱嚟咗香港冇幾耐嘅菲律賓嘅傭工啦嚇。咁佢其實最初去急症室咧，咁就話佢只腳麻痹咁樣啦嚇。咁當時就佢亦都冇同急症室醫生講咧，係話佢曾經被狗咬過嘅嚇。就翻咗屋企啦嚇，咁就個病情就加劇咗啦嚇，咁就發現咗佢個精神咧就係有紊亂啦，即係個人亂啦嚇。咁入到嚟嗰陣時咧，其實佢係有一個好明顯嘅症狀咧，就叫做恐水症啦嚇。咁依個就係瘋狗症咧，係獨特嘅一個症狀嚟噶。咁就係話，如果當佢聽到水聲或者係睇到水嘅咧，咁佢就會個肌肉咧就會係有痉挛啦，甚至係吞嘢都困難啦。咁係會好驚嘅成個人嚇，咁甚至係會有窒息嘅情況嚇。咁因為佢其實係一個中央神經喺個成個腦部咧係受損嚇，咁就會佢除咗會影響個神智之外咧，咁亦都會影響咗佢個心臟啊，同埋個呼吸啊，因為呢啲都係個腦嘅神經去主宰噶啦嚇。嚴重嘅階段咧係會好高燒啊，跟住個人係亂曬龍啊，跟住就嗰啲心跳又會亂曬，跟住血壓又會驟降啊，心臟衰竭啊等等啦。咁好唔好彩咧？這個患者係死咗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睇翻國際嘅文獻咧，真係如果染到瘋狗症嘅人咧，其實真係可以生還嘅咧，其實只係得寥寥可數嘅啫。我講緊係可能30几例嚇。咁所以一發咗出嚟已經有症狀嘅咧，係大部分人都係會死亡。咁而多發嘅地區咧，包括咗亞洲啦嚇，我哋鄰近好多地區啦，包括即係菲律賓啦、印度啊、印尼啊，甚至中國啦，其實都係多發嘅地區嚟噶。以前係有啲國家根本完全係唔會有瘋狗症嘅見過嘅，曾經報道過嘅係挪威啦嚇，咁有啲去旅客咁佢去過菲律賓之後係比較亞國，跟住翻翻挪威之後先發病嘅，咁佢。挪威就200年都未有個瘋狗症，就因為咁樣就有一個見到一個瘋狗症。咁當然瘋狗症係唔會人傳人啦，咁就係都係即係佢係嗰個患者係有呢個瘋狗症嘅症狀。咁樣聽落，染上瘋狗症嘅話係必死無疑。到底瘋狗症有冇預防方法？如果有疫苗嘅話，係咪打咗就一定冇事呢？下一集自有分曉。